林志坚这个球场案跟这洛文门的事件哈，那到底这个有没有可能会有这个外溢的效应了哈？那陈时中当然对于高嘉瑜的事情，他有了一个这个最新的说法了哦。那你又怎么看陈时中的说法？当然，这个以目前为止看起来，当林志坚的事件在网络上呢，这个网友这个真的是议论纷纷哈，在热烈讨论的时候，那在这样的时刻，国民党就有捡到任何的便宜吗？你怎么看？民进党受伤，国民党就捡到便宜了。选举是相对的，这是一定的嘛？就我没有拿到票，你捡了十张票，我当然就得便宜啦。虽然没有加到我身上，你捡就够啦。你61分，我59分，你捡3分我就赢你啦。我不需要一定是我要加多少，因为选举是相对。问题是对方扣多少分？对方是扣多少分？当然有一个前提，就是对方扣分，你能够加分，那更好嘛。一来一往看好，但国民党似乎在运用这一些原本可以得利上面的事情，其实做的并不好。但是讲到论文，你看看今天余正煌的律师出来开记者会是怎么说的嘛？他说的很清楚嘛，两段文字要一模一样，根本几率是零。余正煌里面是加引号，然后还又写出引述，是引述哪两位学者的论文，而林志坚是引号没有，学术没有，所以他说了一句话，即使没有抄余正煌，也抄了别人。那这个你要去解释啊，你那个律师不要拿公证，什么法院公证给我，一直在强调什么公证，公证书，公法院不是学术审查委员会，好不好？一切回到学术审查为基准嘛。然后你自己27号为什么陈明东不去辩护，为他的学生辩护呢？为什么不去辩护呢？林志坚也没有去辩护，就拿苏宏达当作借口。哎，审查委员不是只有一个，要2/3同意，2/3出席，2/3同意，那是高门槛。所谓的同意是，没有抄袭，抄袭或有瑕疵，是要2/3同意，你要界定哪一个啊？啊，你也不去，你也不去嘛。哦，你比如说人家律师就指明这一点啊，你没加引号，你没有引述啊。啊，这是两个学者的文章啊，你为引述是要加引号标注于来源的啊，那你都没有标注，你自己去跟台大说明啊。所以他们说了一句话，你即使不是抄我，也是抄别人啊。所以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余正煌出来对抗的，对，就是说他的论文涉及到的是林志坚，还有一位叫做国安局长，叫陈明通。陈明通是国安局长，林志坚是新竹市长，小英男孩是现在正在选桃园市市长的人。那余正煌出来小小调查员，等于是对抗你整个民进党。那我请问一下，社会上面比较相信余正煌，还是比较相信政治人物？其实这是一个主观的想法，在判决还没出来，人民的想法会说，哦，余正煌为了捍卫他清白，是整个对抗民进党，而且他还是公职的调查员，你一般人民会比较相信谁？很简单嘛，这都不用再说嘛。一般人民比较会相信谁？那这个外溢会不会出来？一定会嘛。球场的事交给球团，你看新竹市政府的发出来的这个新竹市棒球场的新建大事记里面，你去看球团交接的是什么？球团交接的不是球场哦。有2次的勘验球场哦，然后你把勘验球场什么球场交接，难怪魏全龙里面非常不高兴嘛。所以魏全龙里面不高兴，是直接先发了一个声明，说依照中职联盟规章第9章第25条，比赛场地标准是由中职联盟认定。那请问你中职联盟怎么认定这个标准的？这个球场怎么符合标准打球的？那22号第一场，20号的时候，19号、20号的时候，球团给中职联盟的10个地区27项的缺失里面的外野那一项缺失，有没有谈到扑接容易受伤？有啊，也有谈到啊，结果到最后真的扑接受伤啊。
球团有没有给你职棒联盟的建议，跟你说要改善的地方啊？你没有，你还是要打啊。那现在受伤了，你现在说是球团的责任哦。我啊，所以推给球团，难怪球团会发那个声明，还会把那一份资料给中职联盟的资料会流出来，因为责任不是他们要扛啊。球场的标准认定是中华职棒联盟的啊，啊，验收是你们的啊。哎，你说有没有打过两？有没有打过压力赛？有打过啊，7月15号打过啦，魏全龙跟台中棒球场打过了以后，球员工会也有跟职棒联盟也有反映缺失项目啊，也有啊。今天你又说都没有吗？都有啊。那现在最大的问题，为什么缺失这么多没有改善？为什么还要在那边打呢？12亿耶，12亿耶，人民的钱12亿耶。12亿，结果打出两场球赛，4个球员受伤，其中有一个一季报废。你说没有外溢吗？富邦悍将的球迷只有在新竹跟桃园吗？不会吧？我们职棒的球迷只有这两个地方吧？不会吧？那魏全龙的球迷只有在新竹跟桃园？不会吧？当然一定会外溢嘛，只是外溢的程度有多大的问题嘛，所以。这个事情我同意啦，林志坚第一时间道歉认错是对的啦，因为这没什么好变的嘛，这没什么好变的嘛。但是你新竹市政府你就去改善就好，不要又拿出来一些影射，好像谁是谁，好像球团都有点交，哎，他点交的部分全部是跟球场无关，都是硬体设备，1到4层楼地下室。好，然后你说点交，我今天就讲一句话。也不是白痴吧，厕所门都装颠倒，还有点胶的问题，还有都不是问题啊，点胶这个使用执照怎么发出来的？哎，使用执照规定市政府是要去查验后才能发，哎，如果他有使用执照的话，你这些东西都装错，你都看不出来吗？你都不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一件事情，市政府就负起责任来认错改善，尽快让他恢复可以比赛。